现在到钱塘江边上去逛一逛，翻过这个就能看到江了。这就是著名的钱塘江，可惜今天是没有浪的。我到这边来欣赏一下风景。到那晚上，很多人在这边纳凉呢。这边人更多。平时这里星期二、星期四、星期六说这个边有灯光秀的，不过今天正好是周一，所以这边没有呢。看一下对面，现在是亮的灯。虽然今晚没有灯光秀目，但是就这样看上去还是蛮好看的。那边是钱塘江上面的一座大桥，晚上这边的人是越来越多呢。晚上这个江面上多了一些游船，白天都是货船。看我遇到那大部队，看一下这个灯光多么的美。但是这个橙子看的有点